哦，这个每片的去做的话呢，现在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每片有分两种，有分两种，一种叫做头顶片左片，一种叫胸顶左片。那么如果你做得好的情况呢，其实以后呢你还会认为多少头顶片左片。那这种方式就是比较就是标准的头顶片高肌肉方式啊，高肌肉方式。比如说我一般在这里说我说这种事情做啊，像我们一般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话啊，来一些东西的进来，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的时候，我刚刚往下一下一下各位您好，我也是要来一个这种啊，主要就是这里有一个对吧哦，这样子，那么你就看到简报是这一个。好，那它隔着这种单位蛋粉，好，那个蛋粉的话呢，它有的是像中里把那个中里就像你的中里，但有的没有，这几个是有些高，那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贺跟他那个新的吧，小贺他那个新的，他那个新的然后。那么你要进入火箭头这个系统，好，火箭里面的头火箭，好，你会看到哈，假设我就是想要用刚刚那个这里面的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刚刚是我的，这是它的第三，好，这是它的这个第三，好，那我现在呢就从这边，好，这是第三的往边来，你会这样说，好，那当然也可以怎么样？比如说因为我刚自己就按这边，假设你刚存在过对比的话，怎么样？好，我这边来做对比啊。那我们来找一下这个人脑效果的图片。好，全局可以吗 ？OK， 好的，好，这样子的，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图片了。那么这个做好之后呢，我。我顺便在这里还有几个那个小题哈，如果我们要做一些小题，那个我们刚刚有讲了这个对，好，你可以看到哈，这些小题啊，如果我想要有个米超界，好，丢进来，然后放在这边，在这个旁边一点哈。好，那我先把它重新接进来。进来，对，大方。你看，家具是有软头在里面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需要做挡住，是不是要放到最后面去？怎么样？一定要在下面嘛，这样才不会被那把那个去挡住的。好，那我先做好一些，我把它贴出来。好，再来做一下。那么。请问一下，各位分得清楚什么叫胶质膜会变一般软件吗？对，胶质膜片里面有分两种，什么叫胶质膜片？比如说你看，第一张我们现在第一张一般我们用的胶质膜片，好，但是第二张刚好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地方，等于说第一张都是这个，就这个大标还有小标，对，然后呢？第二张以后就是预设的是这个对角的，对不对？好，那你看哦，如果你是这个，我来看一下，要进入你这个模式哈，关模式。好，你看这里，我来看右键，你在新增，好，新增有没有发现有两个？有没有？尽管在你这个新增条件中没有关系，那么。如果是标题左侧，就是它在地标上面的，好，它在地标上面，所以你看我来看一下，看右键，新增标题左侧，有没有发现它有用电子把它串起来？对，而且这标题左侧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没有错，直接变这种，大标小标，
好，那比如说我这个交通五千，那这个呢，我放进他一张，会怎么样？这个啊，不是，看这个地方位置，好，我放进哪里？我们这边呢，都是会放在哪里？这个我当做一张的文件，啊，一张面面的文件，啊，套用。所以你现在可以清楚看到，我交通五千九，对不对？然后一张五千五，这一张我把它关闭，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都有这种，看你们拿这个，只要是第一张，它就会超过什么？就是那个交通邮件。如果你看我这个差异啊，看看是否是，你会发现原本都是外面的。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在想，就是说你在做什么需要怎样，有两个以上的主题。那这个时候，我不做每次的，一般我们就是那两个部分 NCI 的部分，我需要说能够继续联络。第一件，第一张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套用交通邮件？你听到不要再走马路，在这边按右键，过去，用不完善的，为什么？因为你有这样改过之后，以后那一张我们在交通邮件的时候，它都不会存在。好，我们利用邮件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有改变，我们先看一下，好的，我们先进到这边。邮件的方式实际上是跟上载的概念一样。也就是说，我先做好一个申报。那么，假设我今天不喜欢这张，我想把它换掉。啊，这样好难写。好，假设把它拿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想要拿另外这个，好，把它丢进来。选出这个话。你们家就这样子做的漂亮的这个套，好，那我就先拿这个。好，请问你我刚刚订一个四张套房间的吗？我如果这边订一个，请问会怎样？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听起来有点改变的。那这个是跟我跟本房说，因为我跟我跟你做的就是一次的绑定。好，那当然，如果你有第二个、第三个投影机那个邮件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用。那我们先看，如果你想要把这一张，也就是交通邮件怎么换，在这里，各位，你看一下右手边，有没有一个投影机绑定可以进？好，你要进交通邮件的，你要把影子选上就好。这个是我刚的大标、小标，哎，你把它点一下，你看吗？点一下，有没有变的？有时候你可以靠这个方式，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同主题的时候，我需要那个交易又变得出来的是，你这个这样子可以解决，好，这个解决，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用两个以上的那个范本的话，啊，这个邮件也是一样的方式啊。你看哦，我来这边，啊，你再扫一下，你看这个，如果你需要你还有其他的话。那你有多重投影机的投影机那个火箭的范本的时候，有些地方你想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比如说像这个，好，这里有下载下来，你会发现它的档案其实都很小的话 OK， 那么我现在把它解开来。你们看到一样哈，那么我现在呢就来再增加这个这一组，好，这一组，所以我来这里看一下，一样进到我们的某些场或者某些，你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新增什么新的投影片某些，那么方便就是一般组的，我再按右键再增加标题某些，你看我们现在是分两组，对不对？这是第一组的，这是第二组的，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是标题，我来把我这一组选好。标题好用，好，那这个呢一样按右键背景，好，我现在有两组了，我不在外面了。好，今天如果我再增加是吧，那我需要下一组，这个可能是他的另外一个某些怎么办，这个都您看一下右手边，
原来都还有建设性，好，那我们说一般来讲是微软的也好，或者是那个一般我们在网络上下载的那个范本，就是解包范本，大多数都是只有一个文件，好，就是一个文件。那我们这边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简报里面是有两个文件可以用，但是你在开了没有在那个地方，都是每次是在一点，然后就全部都变了。他们会各自有样的，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你不要点进你的旁边，然后套用到所有自己的包里面。这个时候，好，这个是，好，套用到所有自己的包里面，你要做这个定。对，那我把一样数都把它存起来，我就只套用到选自己的包里面。这样子我就两个放在了，对的，你就可以用了。那当然还是一样，交易文件就是一定要是这个，它就是要变成交易，但是要清楚的话，好，所以呢，你看我们刚刚的这个这样的概念，有这样的概念之后，这里这样是到位了。好，到位了之后呢，你看一下，请问有什么东西你会在你这边做？我们刚刚背，对不对？这些小叉子，如果是固定的，你可以在那里做。好，那么它又怎么会在那里出现？跟某些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跟其他的文字大小、字体，对不对？还有什么？什么历史时间列为跟那个历史？好，这边呢，格式都在这里。那么在这边做的时候，我们先请各位看一下吧。第一个人在这边完成了，请问，请到里面的地方看那个历史，可以不对？平板上是不显示的，如果你要显示的话，跟我们握着一样，手越小越，反正越小越轻柔。好，放这边呢，你看看，好，在这里显示越小越，怎么样？这个地方有个完全自动更新，好，里面的编号，好，这里全部开了。那么这一个简报我们在看的时候，你看右下角这里，这个是的，那。同理我们如果我一定要从开始吗？我们会从这些号码开始，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东西都跟这个方法都应该在通常来说区别它，如果我必须要从一开始怎么办？再从哪里找？从这里，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地方越小越我来找一下，至少不常用。有一个答案就是这个，来，版面设计这里，好，版面设计这边，来点一下。有没有看到投影片的开始编号、起始编号、开始的号？所以你可以从档案里面的版面设计，你可以决定说编号的从第几开始，再来讲解两个小场景开始，也是可以的，好，也是可以的哈。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就 OK 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笔记的问题，有的有时候我们下午要做简报，开这样备考的时候，请问如果我们现在来到你刚刚的那个，请问，那我说你们的知识是什么？对，可是你们家里面比较喜欢的可能是什么？因为你走的那不管的是。就是慢慢的，所以其实你像我现在有个人我这个简报，我就故意把它内容稍微变得直接点，就把现在的情况，对吧？然后我把上下留出来，做一些就是具体或者一些标题，好，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不是说规划满版，好，只是它的投影机原则上都是直接直接，那有些东西它是直接直视，好，有些东西是直接直视，那。了解的这个歌背景设计我刚看过的，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你在里面需要用到的？就是颜色的部分，颜色的部分。啊，各位，你们在简报里面有没有试着插入或超颜值？有，请问颜色会不会更重要？在什么地方？在黄色跟蓝色。好，第二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配色，
有没有关系，我们后面有一些有没有，比如说你当初参考这样一个条件，但是作者这样说稍微解释我们刚对大家最多的地方，因为刚刚点名在哪里，在这边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如果在这边开始解释有一个色彩配置，好不好，色彩配置这个也是哪，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两个提供你是这个提供你修色彩的，对，你点一下到你的里面这个选项来用用，它有指定的哦，那可以点一下。那么如果你要像我们刚才预设的，我想修改这里的真实色彩配置，有没有看到这里了？超明姐，超明姐，我们有去过，如果你有去过，就是有去过。好，所以待会呢，超明姐就这个颜色。所以如果你不确定，啊，我们先做一下。你看到这个图片来讲。我们把刚刚的网址，刚刚谁建的网址，把它贴进来。好，把它贴进来。如果你有加上超音节，我们先预设是黑色，对不对？好，你看我把加上超音节，找到了。你看到它碰到了这个贴上，全部的人都找到了颜色。所以你知道要去哪里改的哈，所以如果你需要你看一点啊，你不用那么麻烦了，知道是？好，那你现在看到的是有去过的，这个地方去过很久的，我来点一下它，稍稍对吧？点两下，比如说我把它用红色来表示，好，好，那么这个呢去过的，我们还是用黑色用，黑色，好的，对吧？这样就 OK 了。好，所以你可以先从这边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过去都大家都会感觉超一点，很多人都躺光的啊，反正超一点很少嘛，就是好像是很少，好像这两天这个部分只有你们了解，应该是网络上这些信息。好，所以看到哦，如果你是配这种紫色的，刚刚有几种特例，相关的特例，因为你要紫色嘛，有的是在呼叫一点嘛，是讲的胸痛嘛。哦，先看人家做好的，先看人家比较好一点。好，那么再来我们针对的字体的部分，请问简单里面都有用过什么字体吗？你看我们这边，等一下你们知道它的场合了吗？哦，很好，这个字体呢都有的，但是我们跟你家的字不一样。今天如果说各位你下午选到的那个教室场地，下午现在很好。好，所以回去找那个那台电脑，万一没有这个就行了吧？请问会有什么事情？因为是去年底，对不对？那去年底各位我们香港姑娘，如果想要做那么漂亮的，如果去那边挖，咋有？怎么办？有两有三个方法。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哈，我们统一这跟大家可能都有关系。哎，其实一般像我们电脑里面的歌，你们现在用的这些高端设备有手机的，就是有人在那边抢人，那边东西的。那么 A P 的话，内定这个我想是新智能播放。你如果是一场这样的，还加一个跟两个手机，所以说呢，这里面有问题。请问，如果你是在交换一个机器，适合用在交易吗？不太适合，因为太虚了。好，太虚了，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东西，你们要，即使你在用手机，它有一个黑底的字，也有黑底的字，听得懂吗？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的简单的因素，我们的分析是什么？其实你看好我们的字，我们的字脑片上从右脚先开始就有一个黑底。好的，为什么？好，听一下，听一下，还没关好，怎么样？这个是黑底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像刚才讲到，我们要遵循我们的语气哦。具体的这个你要怎么运作？千万不要说放在语音上，但是没有相遇的话，所以我们进到这里面来看，假设像标题就是用黑底。一楼我们待会去的地方没有，你看哦，把熏黑，我放在熏黑的哦，有没有更黑底真的，对不对？
那目标就是你要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吗？你看，所以那个历史这两天的两天就有了，好，只是因为那个两天公司不是那么好，所以这就是历史大突破，北京的，好，北京的，好，所以你看到我刚做好了，那我跟标题我也改一下。所以我现在呢，在这里等一下，看起来好像没有变成，但是没关系的。有发现了吗？你看我们实际上考虑一下，有没有这个新问题？对，好多时候说啊，你就不想失去你的招牌，那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这个新黑。虽然这个国家它没有相对没有正常情况下，但是因为如果是在这个体系的市场下，啊，这样子就是多一种自行选择。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怎么办？第一个，有那个解决方法，拥有。好，要接的解决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好，具体的，好。如果你等一下，我们就放一把事情包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里面，那你在楼上的时候，那个事情就过去了。不过你要注意啊，包事情的时候，你一到我们频道，好多事情尽量不要超过三个以上，因为三个人的事情很大，一个人事情累了，你包了两个，可能就你看到这个频道，它就大很多。那这个要怎么包？在选项里面。好的选项，你们知道这边好吗？你看一下，这是你看在工具里面有个选项，好，工具的选项把它点进去，好，这里就有一个叫做存档，对，对，那个内存，好，它的内存哈，好，那么它这里呢有两个，一个呢就只有存档的字。好放进去，比如说是我们放了460多句嘛，反正这个东西不用放那么多，你都是有这样的。好，但是呢，如果你是用第一种方法，那有个缺点，你不能再改。也就是说，你先用过之后呢，如果万一你有一个字错了，好，那你不能改它。好，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句，反正这话你也用到了。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所有的字都放进来。不然的话，别人还可以继续争取。好，所以这两个选项，假设你这边不喜欢，啊，我刚讲的新 A 你喜欢，啊，比如像这个娃娃纸啊、彩虹纸啊，好，不要特殊的这些事情的话，你就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不过尽量不要做太多哈，这样反应要大很多。那么除了这种方法，在其他方法没有这种，有，这是普遍。这样不会就没有这种限制的，反正走到哪里就是都一样的。好，那么像你现在看到的像这个，但是这也是你要用 CNC。好，你要用 CNC。那么 CNC 的话呢，我们刚刚有一次看过，这个阴影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区域就很漂亮。那么我们这边呢，我有分享一个档案给各位哈。我先问一下，有没有同学用过一个软件叫做 PhotoPen 的？有对不对？你如果用 PhotoPen 的，通过哪里用的？这个 PhotoPen 的是先告诉你们用在哪里，大概的方向吧。其实 PhotoPen 有很多可以做的。那么你看嘛，你看一个新的档案，记得一件事情，因为我是用背景看，所以把这个变成图片吧。你看我们自己的图片哈，因为它是在后面后置的。好，如果你在这边，那你们你在用过的，我们就做出一个图片哈。好，
微自己调整一下，把它做大，可定了吗？好，好的。那么假设你就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定存。你看这个图片格式里面有没有多少？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叫 PNG？ 嗯。嗯。好，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因为它 PNG 是没有办法去的，它会像左手边这样，有没有一个白色体？好，我们就这样 PNG 好了。好，但是要注意一下 ，PNG 还要填什么？三格位的嘛，而且这个透明的。好，你看左手边是不一样的。好，现在呢，把它存出去，把它存出去哈。好 ，OK，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边，你现在呢标准的方法就从这边插入不会传法上，好，当然能拖一点也可以哈。那我们就有一个，你看刚才没有进来的，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的标准不一定要这个文件，我也可以这种相关的图片抛弃的传统式的东西。好，你这样问题，你这样的话效果才会比较好。当然，你可以再尝试一下，我刚刚上比较多了。好，所以你也不用这个东西再帮他尝试一下，可以不用搞那么多。所以针对具体的部分呢，我们提供各位这几种解决的方式，你可以参考看看。好，你可以参考看看哈。那么至于内容的部分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就是从那个Word里面直接把大纲过去。没有，你们平常都是直接把有些把这些东西直接放到笔记上。你们都忘记我自己了。控制就清楚了。其实可以怎么做？我们先做自己的规划，好吧？可以参考一下哈。我们这里面呢，我准备了一个，好，这里有一个过程，好，看一下。你可以看到里面所有的，这个没有，它好像没有放到那里。你们有没有那个大纲格式？各位里面很早哈，因为你们信息量都是一般的。好，什么叫大纲格式？其实标准的话哈，就是在里面去决定它的格式 PDF， 这个地方。哦，你看哦，比如说这个，这个我就不用了哈、哦。这个我去，我要放这个一，好、哦，这个一，那我先不用了。也假设这是我第一个阶层，阶层一，然后这边呢，这边呢第二层的，好，这里也是阶层一，阶层二，好，这是阶层一。其实这大纲模式里面我们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我把这个做完，等一下呢也可以参考看看，你会发现说，哦，看起来好像我们在这个在简化去做的时候会变得比较简单，因为平常你在这里做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这里做检查，所以你会把资料先找好。那么这些资料呢，你在找好了之后，你如果要复制那个虽然基本方法，但是有时候会怎样，不小心少抠或多抠。对不对？这都有可能，好、哦，这都有可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像这样子的方式，好，我这边拿下来的话，你看我把它定什么方向 ？OK， 我现在呢在这里，如果我这个不要，这个我暂时不要，这个我把它拿掉。好，现在我们这边看插入，我刚才有好几页对吧？把它插入。前面从大纲插入到这边，从大纲，我们去找什么？找我们的Word吧。
他讲说，从打探讲，我从打探，从打探，差异而现，对，那是我的对，从大方，差异而现。那你说，因为我现在还有好高兴的，我把它关掉。好，长大张开一张嘴。好，各位看一下，在这里有没有听懂？一个人。好，我刚才好像没有把声音给他，这个好像没有声音，真的够了。其实在我自己在用的，比较常用的，我用标题跟标题了，标题跟标题了。好，我这个方式把它稍微改变一下。我先拍一个新的，先看一下，这个比较好看。这个，我拿过来，各位有没有用过标题？哎，各位标题好，这个是标题。好，然后内容的部分呢，我就把它变成标题了。这个就比较这个答案就是这是标题二然后就这样在这边我先不用了好然后答案就是标题二像这样好标题一标题二好那这个呢再增加一个标题对一样哈这个也是标题一这个我们把它改成标题一，这里变标题二。OK， 那么我把它先存档一下哈。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如果一样的方式，我们把它插入画章。现在发现标题一、标题二，这样了解吧？如果我们在两个人在自己看的东西买的，你都不用一个复制贴上复制贴上，我们就可以配合人再来看，你要再哪些东西？好，那价格比较不会弄出来。那当然你可以发现说，我们在这边的话，这个如果真的太长，你还是可以把它分别成两页，对不对？比如这页，然后想要四个就好，那我就把这些要把它删掉，那我就把它切开了，你这样就会比较容易的。对，因为内容在做的时候，我们这样就区别性，而且比较不容易怕说会被弄掉。好，那么还有说网友复制这样可能不要，会弄不见，好，或者是有错误的地方。我们再把你在存档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一下，也许你们有一些会放比较多的图片啊，或者说这样直接放进来哈。那么其实你在存档的时候，你在工具这里。它也有压缩图片，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不管你现在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给的给扣，但是有时候我先说可能多出一点事，但是今年的话它的数据大概超过十个大概，对不对？如果你在超过一个大概，它就是出去的，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预设在另一边，好，那你就把它剪成可能在别的画面，那在掌握中你可以减少。好，把那个大的大小规则一下。好，这个是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就在这边哈，存档的时候呢，定存这里的工具，什么压缩图片。好，压缩图片这里，你先预设的在这里。好，预设的在这里，你存在这里的档数比较小。好，档数比较小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跟卷盖的上印比较有关系的。因为你们需要要带厂，对不对？虽然你是带厂，但是你，我建议你可以去一下看看。比如说你看，我们一般标准，如果你是从订阅开始播放的话，是往上来播。但是有在留言像我在我们中间讲完了，跟频道和订阅，那我要继续点到，比如说按五星高的地方，所以你要按什么？四个加速度，听得懂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里，我在做卷派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你想，
两个人最好写到过，两个人跟超越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会需要跟他跳到第几页，怎样能够跳到几页去？你说，所以说这个有些就是这样子这样啊。好，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跳到现在一个第八页嘛，所以现在我都会把这个页放上去。就像有时候我刚跳的时候，所以说呢，你超越是这样跳，看起来就比较不高兴一点。对，我就是说，我慢慢慢找。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要跳到第三十页，这个在背景后续的部分，三十，什么都不是。对，然后我再好，你切入刚刚那个，我们继续讲解。它就会有三十。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简单里面，我们常常会需要什么？有变化跟量体去做说明。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坎坷加一，坎坷加七，坎坷加七是那个内建的，好内建的就是那颜色的部分呢，就是你要稍微再调整一下，好，颜色部分就再调整一下。好，那坎坷加一可能就是要这个建好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计划做一个小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个简化不见得内容都是个计划。因为这一笔是会写上去的，对不对？可是你刚刚我说两边的那个页啊，它就放大缩小啊，对不对？那就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我这边会有资料分享给大家，免费了解啊。其实我在部落格上有介绍，我的部落格啊，你们点赞的是在我的部落格，看一下，点赞技巧，好吧？了解，主要的是这个，你就一定放大绘图。你为了提醒的时候，这个只有一个小范围。你可以跟他学生写这个编排的，有两个学生，好，不能都有用。你看，我在这边，我提醒的时候，下面两个人是，怎么？这个时候呢，你随时不管你是在点到我们单位里面，反正在屏幕上都一样。往下加后，就是直接放，发挥骨头，放大，往前放大，往后收好。好，那如果你要换颜色怎么办？好，不用换颜色，颜色如果你会的，放这种黄色下去的，看歪，懂吗？绿色叫植物区嘛，还有什么？黄绿、橘色啊，粉红色啊，杏色，它就讲，它就黄色就矮嘛，蓝色就古典，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对，这两个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哈。那我的部落格呢？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去查一查。你就把你去网址，这样对各位太不好意思。你直接把我的名字就能找到了。好，这样比较快。那因为那个网址常常用，所以我们在这边。你看，放到这边的简报好方手。好，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控制键都在上面。刚刚讲的话，所以这个是你在简单的，因为如果你简单的过程，假设我想再带大家去看，这就是简单，它的语句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但是简单也是很大的情况的，好，那这样就可以看起来会比较不一样的话，好，那最后，请我们每组人都有时间。五到八分钟，各位，请问你怎么让你先提醒在什么时候？现在都有些放点，不过说让他拍一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偷看一下时间的话，就是要下面这个，你了解吗？反正呢，你看我在这个时间说反正加速，再能偷看一下时间再多少？好，你看说人家比较容易掌握的这种。那个在你上去之后那个时间的记录多吧？那么后面的呢，可能我就暂时先到这边。好，我把画面传给各位。那如果你需要这个数据什么关系，那有事怎么帮助呢？如果你需要的，你上网下载，也可以到我这边来说。好，这个在手机里的话，好。